把这些堵孔的东西把它挑出来，然后才能看得到螺丝，然后把螺丝都拧开。掰开之后要知道那些东西怎么放，到时候也会放回去。把这里拆掉，这个线拔掉，这个电机拿出来，然后这里的话是顶针的位置，把这个顶针的这块绑拿出来，然后把那个绑拿出来之后，把顶针装上去，轻轻挑一下，不要太用力把绑撬断了。对，然后把顶针装上去，再原样的装回去就可以了。